现在讲用法大部分就是讲跟女委发情，这样子。那当然发情之前，你如果能把那个叫做柔顺的筋骨做好，那你发才会好。啊，不过我们那个先暂且，先撇在一边，先讲。大部分人都喜一定要喜欢发，发发发。OK。量子单这样来，那你去练一下这个发力啊，这个发力，那这个是属于气啊，这是属于气。那你这个发劲大概有几个要领啊？一个当然你要从脚底上来，从脚底。那因为我们右脚出去了，所以当然你会从左脚啊，左脚是主要的，因为你要往前，所以左脚在后。要沉下去，然后往前去的时候，你这个手更加搭的时候，你这个手要会变化啊。所以你看我们从这边过来是做一个顺产，然后出去再顺一点点，然后逆产。那你用劲就在这样之间啊，这样到这样，在这一段就这一段，能出去就出去。不能出去，这个就会变瓶颈了，啊，这就变瓶颈，啊，所以你肌腱会在这一段，所以你人家给你按的时候，啊，如果给你接触，你这样引过来，然后你稍微翻转，看它的筋在哪里，哎，看它筋在哪里，啊，如果这样能按，就上去了，啊，就上去，可能它就已经离开了，哎，不用离开这一下，啊，这有可能。这一下不离开，再来一下，啊，大概这样。当然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你不要光靠你的右手，啊，一般你会比较右手，其实你左手很重要，左手在这边扶着，啊，这个是右手是跟对方接触的手，你跟对方接触的手要虚，啊，虚，实手在这里，虚实啊，啊，你其实这一手很重要，啊，这一手。如果你光用右手不行，啊，最好是右手是跟它搭着夹的，真的用劲在这个位置，啊，这样上去，啊，加上一点，啊，沿着长的会是这个样子。那我们找人来搭一下，啊，原则上是跟人家这样，好这样。那你上去的时候，你不能这样。不要用这一只手，因为什么不用这一只手？那这一手就不一样了，这个就不一样啊。所以你上去的时候，哦，它有压力，有压力你就要去旋转，这就改变了。哦，它已经感受到改变了。如果你不会旋转，你靠这样是不行的啦，知道吗？哎，绝对是不行，所以你给它旋一下，已经开口，知道吗？已经开口。旋一下，而且你不要用右手，左手 ，OK， 好，这样一旋，好，这样就出去了。啊，你一定要做一点旋转啊，做一点点旋转，好，让它有点好像会失去有点平衡，对，它是这样压的。好，现在它右手重没关系，你说右手重，我出过不去吗？可以让一下吗？你看，当右手这样来，我往这边轻让一下，然后就拐过去了，有没有？轻让一下，然后拐过去嘛。所以你看，我们拳是不是这样？有没有这样收进来，这样拐过去嘛？啊，所以你收进来这样，就拐到旁边去了。好，这样，然后这样从脚底，从左手，它就可以出去了，啊，就会出去。啊，你们可以试啊，再找就是去练。好，这样过来停一下，你看停到旁边，好，这样出去。啊，有没有问题要问？好，试试看。